有机芽菜食谱分享，有机木素芽煎蛋以及有机木素芽猪血汤。图：家居室内有机种植的紫花木素芽，有机紫花木素芽料理，太平洋有机芽菜培育箱，有机木素芽煎蛋，美味100分。木素芽一大把，蛋两颗，白胡椒粉，意大利新香料，盐。有机木素芽猪血汤，木素芽一小把，猪血一些，油葱酥适量，韭菜些许，清水或高汤500毫升，酸菜适量，盐、糖、白胡椒粉。所有的种子发芽后都会改变营养结构，维他命 B 群会增加，维他命 B17 也一样，是抗癌良药。而有机芽菜里有丰富的钙、镁、钾等，其中钾离子又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雷九南博士曾说，在病理室里实验，把培养品中癌细胞注射高单位的钾离子，可使癌细胞还原成正常细胞，所以多食富含钾离子的有机芽菜，也有助于抗癌。木素芽有机种植从播种到收成只需短短5到7天，有机种植期间还能当作家中室内装饰的一部分，自己家居栽种有机芽菜苗的好处不胜枚举。精打细算的主妇们，快利用梅雨季过后，市场蔬菜价格飙涨的季节，自己种些有机芽菜苗和有机豆芽吧。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，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。网络搜寻太平洋有机农业。